就是北京路这个丽都大厦。前面那里是北京路的步行街。这里就是高地街。今日带大家嚟行下高地街两边嘅巷。我呢边算系街尾嘅北京路入呢边。入嚟左手边呢边啲已经烂咗好多，但系嗰个准备可能封咗啦，已经准备拆啦。上次拍高地街咧。我是由喜义路那边入嚟，由南往北的，我呢次调翻转嚟，由北往南换咗唔同的角度俾大家睇下。不过今次主要是拍两边的巷，我啱啱行过一下。哇！發現起碼可能有20条都有，我諗高地街兩邊嗰啲巷仔。啊！呢度有一條匯源里，入唔到去啦。呢度隔離有一條曉日里。连云里，这个有点像我同学的旧屋。灯行呢个比较出名啊，封咗啦。应该已经搬走晒啦，等拆嘅。有块牌，我呢块牌应该有人攞拎翻去可以做纪念。加235号嘅价格，我要行得好慢，
因為一下有啲巷好個巷口好窄好隱蔽啊，因為可能掛咗嘢啊，一下就可能一下就會過咗。朱记里，朱记巷有冇关系？朱记路，敬业院用这个院来做街巷的名字都少见，全部是货仓。哦，这个四号不错。图案都挺特别，一个花瓣咁。应该跟刚才敬业院应该连不到，现在就
起咗埲牆喎，隔開咗。呢個右邊嘅埲牆就係頭先個敬業院。哇！呢種一個斜樓梯，就以前嗰啲嗰個年代啲小別墅咁，又係咁一條斜樓梯上二樓。仲有啲花街磚，184号，一行几步有一条街，高地新街。呢條街算闊的，知咧埲牆係咪以前有冇啊？係咪以前可以通到個隔離？而家咪為咗驚住治安問題，將佢每條巷之間全部隔開曬。要等啊！住呢邊嘅街坊先知。高地一巷，呢度有啲幾間有啲舊屋喎。
只猫。哦，有人，可能有人，起码都有人喂嘅，有猫粮，有个笼添，有间屋仔俾佢。高第一行嘅猫。哇！呢度仲有张咁舒服嘅摇椅添啊！呢啲通常系嗰啲休闲嘅地方啊，好似我哋谂起去买泰国啊嗰啲地方海边啊，系嘛？或者嗰啲酒店啊里边啊啲民宿里面先会摆嘅。呢度真系哇！呢间屋嘅主人都好有格调，喺呢度摆张咁嘅凳。巷口又好窄口。即銀行呢度比較大，呢度闊好多，你通往隔離個木牌頭。后面那个就是太康路的新楼盘起紧啊，粤海一贵府。呢条就木牌头啊。前面那里可以出去太康路，这里我们都拍过木牌头，继续入回去高地街先。张数是134号，翻到差不多。太荣街入唔到。
牙科医所啊，抗之普系咪姓抗？应该定乌啊？应该是乌，庆寿行。可以出翻木牌头，哦，呢度已經水母灣。翻返高大街啫。Okay.